原北区，嘛感觉阿遐伊个挺有创意诶耶。原本爱念广告设计，后来念室内设计后，发现有诶东西甚至广告设计无好个，硬来拢有好，甚至更奇妙。爱嘛感觉，爱摕遐个口风福到青岛诶天罗厂师，摕北土风嘛有青台进步，爱遐望正伊。将来想做一个室内设计师，我希望大家迄个爱设计的地方，拢可以舒服又安心。也拜有安尼机会可以来参加体验，我会好好的加油。现在是高雄的火枪公所，美丽的皮影推翻美丽的空间魔术师，福教提供的动作专业的实习课程，希望加强学生的在设计方的基本概念，让皮影对空间规划有更加实贴的基础。我们室内空间设计科是由家具木工科改制而来的，从基础的绘图训练，然后到电脑的基础绘图训练，然后以及就是整套的全套的室内施工图的绘制，那最有特色的大概就是我们的家具木工的部分了啊。学生能够拿到木材的塑料，然后呢再进而就是做成一个完成的那个完整的木作的食品。好，我是阿珍妮，透过室内设计的动向航班做的作业的室内设计师。不过面对金钱安排的房屋设计市场，他希望接触行业无通用的设计两百。工作只有点想法，但这个室内的高雄本地懂发展，世界有名的水泥设计，合作亚白体验管理，可分阿珍妮好多房屋设计模型的历史。大哥你好，我是来实习的黄真宇。哦，你好，哎，你今天报道吗？对。哎。那你是读什么科系的？我是读室内设计科。哦，那你实习有什么想要学习的东西吗？就看看船舱里面的一些设计。哦，那可以的，因为船舱的设计对一艘船算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可以提供给客户，它其中的功能哦，空间的规划，还有一些氛围，所以在船完成之后，其实客户最常接触的就是这些舱区的设计。那我们今天就先带你看一下场内的环境。好，戴一个安全帽。好，可以。好。头一摆来到工厂的阿子尼，看起来还有点不惯。其实啊，也是因为亚哈工厂厨房的船呢，都限定的做出快天天。就按如何，阿子尼尤其一看到一条船呢，前奏很勇的做出来耶。这是一个船舱的里面，船跟盖房子其实是基本的原理都很相像。你要把整个船体设计出来，然后制造，然后到这个整个船体的结构出来，就开始要做我们里面的设计。那它的空间大小你要如何规划，然后当初跟客户讨论他的需求，像这艘是一艘客船，那客户当初的需求就是说他要做大概四五十个人，然后他希望他里面比较舒适，不要只是像传统的那个客船都拍拍椅这样来拍，他想比较有点像是在做一艘游艇，所以他的里面就有一些沙洞啊休息区啦等等啊，然后又像那个吧台，有一些新时区的处理，所以我们要想说，客户这样的需求，他给我们之后，那我们依照船的法规，要如何来相关的法规来完成这一艘船，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看我们的，把这个设计图拿出来之后，船的内部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规划。对你来讲，第一印象当然是很好啦，但是他可能还在读书，所以，他可能就不会主动去跟你互动询问。我觉得，如果以后想当设计师，要能够比较主动跟客户，去多了解客户的
想法。这样有时候他虽然客户很表达几个重点，但是你可能你可以透过跟他的互动跟谈话去了解他想完成的所有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这样你设计出来的东西会可能会更贴近客户的需求。我感觉亲戚没有就第一次进到船厂，然后那么大，然后看到那么大的游艇，然后听达人说一艘游艇就是制作时间至少要6个月，然后看到很多之前学校没看过的东西，觉得很有趣，每个都想要去接触看看。做的设计体验让的设计让的做顺畅，做的够去懂难得的体验。还看得到动作同广播设计无穷用的素材，有所杀下来阿正年就会停定重要的设计时，成立了解顺从设计的重点和基本的原则。实际教你去测量这艘一般的船型，现在这艘船型大概1:60，所以我们比例值要在600分之1，所以你要实际先量测一下它的热土之间是不是在500，如果确实的话就是整艘船，然后它的宽度大概在5米5左右，好，待会我们就去实际现场去用卷尺去量它的长度。游艇的设计图其实跟学校我们平常所画室内设计图就是大同小异，只是要用，最因为游艇的空间不是那么大，然后所以要用最小的空间去做最好的配置，然后让它可以就是不要浪费空间。然后这是可能是我之后学习上还要再去加油努力的地方。同学请小心，现在目前现场状况有坑洞哦。等一下我们现场已经在施工了，所以有一些师傅在磨船体，还是有切割东西，有一些粉尘会吸入肺部，所以我们一定要戴口罩。我们要下去的时候会很黑暗，所以我们要自备手电筒。啊，等一下下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脚边的东西。小心一点哦，走慢一点没关系。好，那我们直接往里面去。同学进来小心一点。现在目前这边就是下客舱，就是船员或乘客要休息的地方，待会我们要量这边的长度跟它高度还有它的宽度。好，那当然你在做的过程中会因为施工有一些有一些小公差在，所以当你整个结构体完成出来之后，然后去量它的内部，因为你到最后去做装潢到最后的那个空间是客户使用的空间，所以你如果当初这个结构做出来去影响到装潢后面所形成的空间，那客户当然也会觉得说好像没有我当初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是大小，所以那个每一个你做到每一个重点要去再去复验一下现在的这个尺寸跟你到时候可能完成的尺寸会不会有影响，如果量出来是不会有影响那就 OK， 那就继续做，那如果会有影响就要去讨论怎么样处理这个影响，让它能够最后尺寸是符合客户需求。我们今天的实习就到这边，那我今天给你一个功课就是你今天参观的这一艘客船，那我给你一个档案，档案里面呢这边呢这边我要用空白，你回去自己做你的发想去规划它的空间，好，那你在哪就把这个抓给我看看 OK。像这个桌子就非常的有意思哦，当初是一个美国的富商，但因为他是华人，所以在买船的时候就跟船厂要求说他船上面一定要有一些中国风味的东西，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中国古代那个如意的造型，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都以为他是一体成型开模地去制造的，但其实他不是哦，可以看他是空心的。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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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4, 75, 76,
想不到去年的体验当结束，总经理就交代阿珍妮将要进行着空间规划，为了以后都涵盖到有关游艇设计的详细内容。去年的体验，总经理就特别安排阿珍妮先去全台湾青苔专业游艇五金制作厂参观，因为也搭配创新的设计同做工同游的实力，是国内外同都有名的台厂自提为合作的对象哦。那我们现在这边就是我们公司的样品室哦，这里其实有300平大。有时候你在居家装潢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落水头的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五金在船上面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产品。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你猜猜看这个是什么？我看看，是洗头牌用的吗？不是哎，在船上面来说，其实多数人买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什么？就是钓鱼，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钓鱼用的椅子，对啊，哎，其实你可以上去坐坐看哦，你可以感受一下在船上面钓鱼的时候的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你看你现在坐上去的一个感觉，你一定会有感觉是这个脚踏板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你要跟鱼搏斗的时候你需要出力，对，所以这个的角度的设计就是要为了让你可以有支撑你这样的一个反作用力，让你可以把这个鱼抓起来，对，这个其实这个所有的一个产品除了造型以外，它所附带有的一个功能性其实也都是相当重要的，也是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去考虑到它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哎，感觉真好轻松，就是一进去之后全部都是不锈钢的材质，然后最有印象的是一个钓鱼椅，然后很豪华，然后我也有上去试坐，那个椅子可以一个椅子上面就可以放8个钓竿，就觉得很特别。大家一般都是认知说船就是移动豪宅，那就是把豪宅搬到海上，那相对的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在海上其实是一个我们讲 unstable， 它不是一个非常平稳的环境，你可能会有海浪啊，你可能会遇到风雨的时候你会去摇晃，所以原则上在这个人要在里面居住的空间来说的话，它里面我们在说它的装潢，它第一要务一定是安全性，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船的装潢很漂亮，但是你仔细去看它的细节，你会发现它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直角或者是锐角的，就是所有的有角度的地方一定都是做R角，然后是做一些圆滑的设计，那主要就是完全就是安全性的考量。然后我现在跟你介绍这个是我们比较特别的一个家具的产品啊，像你这个桌子就非常的有意思哦，它当初是一个美国的富商，但是因为他是华人，所以他在买船的时候就跟船厂要求说他的船上面一定要有一些中国风味的东西，那船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帮他设计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如意，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如意的造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如意桌，那它其实你看它全部都是用不锈钢去成型的，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都以为它是一体成型开模具去制造的，但其实它不是哦，你看它是空心的，所以它其实是我们一样用板材跟管材去焊接去弯折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形状，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公司非常骄傲的一个手工的一个制造的一个最大成的一个表现。全新的设计两位阿珍妮真的很多动作，作为的设计师现在客厅设计的设计头都没最好的做得出来，故事杀下来却很用的同制作部门沟通当有效率。大哥，这一支楼梯做起来的话目前有什么问题？目前问题还算 OK 了，就是这个尺寸哦，以后是麻烦说你每一层都是有标示啊，那每一层的高度是一样，像这样标示出来我们就不用直接再算一次。好，还有那个踏板的啊，那个踏板这边那个灯啊，一般这个设计话是比较漂亮，但是会制作上麻烦，而且抛光麻烦，而且成本会增加。虽然其实沟通来说对一个设计的人很重要，因为他如果天马行空的设计的话，人家没有办法做出来。今天有看到他们也有一些小问题，也是经过沟通之后才得以解决。那我觉得沟通能力对一个设计的人来说很重要。那当然，以设计师的角度，他为什么要去跟现场沟通非常的重要。新进的设计人员，我们会去强调他希望他有一些现场的从业的一些经验。但实际上，这样的人才在台湾，应该说在全世界相当难找到。
那所以取而代之的就是变成说，你在设计的过程中，你有办法跟现场是一个有沟通的桥梁的，那你可以马上你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你的设计给现场人员去看，就会告诉你的一些制作上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他可以马上去解决，那让我们整个实现上面是不会有遇到整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施作的问题在。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有准备一个小小的测验，要让你来体验一下说，实际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把东西不管是客户给我们成品还是客户给我们图面，我们要把它实现出来的这个过程之中，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把它的每一个零件给它拆出来。身为一个设计师，你一定要可以使用这些量测的工具去把一个成品的一个实际的尺寸量测出来，然后量测完以后，你再根据我们这里列出来的所有的零件去挑出你觉得可以使用的零件，就可以把这东西组装起来的零件。那我们来看看，你对这个地方的 sense 如何？这样好吗？好。一般民众其实都会认为是设计的这个工作，其实单纯就是只是把一个产品的外观，或者是把产品的一个外表的形象把它建立出来，它就是设计的动作。那事实上，我们真的在设计的过程中面，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它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材料。那以现在的学生来讲，他们任每一个学校，不管是科技大学或者是一些有工业设计的学校，他们其实都是在做前端的这个教育啦，就是他们在提倡的是创意性，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很漂亮、很美观。但是实际上，你中间会有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其实反而是我觉得这一次借由这个机会，很希望给学生他们可以去体验说，你画出来的东西，它真的被实现。的中间的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是相当的重要，也是给他们设计系的学生来说，他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他有这样的体验以后，他在做设计的时候，他才可以去有这样的思考，可以去体谅下面的生产端的人员。像应该你都有掌握到基本的量测的一些技巧啦，应该还不错，但是应该是说一般我们在工业界的习惯上面的话，大概单位都会用到 millimeter， 就是公里作为最小单位，所以如果你只量测到公分当成最小单位的话，一定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误差。这个活动就是让你去了解说，实际上你看你把你的图画出来了，那他们要怎么样去筹备这些的零件，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因为你的设计的关系，让他们要多花一两个小时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来讲，应该都是经验为主要的一个重点。我觉得可能勉强及格吧，就是因为平常在学校没有接触测量，所以可能那些公分跟公里的换算上面就是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也没有组装过，所以就会被他的小陷阱给骗到，所以我觉得观察能力也需要再多加强。我觉得曾宇同学他其实表现得相当不错了，因为以目前大概我们预计的台湾学生所拥有的能力来说的话，大概缺乏这一块，其实起码他在做量测的这个动作而已，我觉得是还是有一些 sense 在的。那当然可能剩下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把材料的这个经验去把它建立起来。当然其实以目前来看的话，经验的东西是可以累积的啦，那以学校教的其实也没有错，因为创意的东西其实是你在你脑袋里面的，所以创意的东西要怎么样发想，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都在这个能力其实都相当不错，那只差的就是在于这个经验上面的累积，他们愿不愿意花一些心思，花一些时间把这个经验累积的地方补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他们这些设计人员最重要的一些实力的来源。确实，运用的累积师傅经验，创意将会确实做出来。在韩白阿姊尼听出而后的其中一个重点，整体高压片的思考念同五金天念结束的，阿姊尼又停电转到上工厂，因此啊，还有了前面的考念等等起来。达人，这是我昨天设计的。那你设计了什么部分？我设计了客舱还有主舱。哦，那你可以自己说明一下你设计的重点。我设计的话，我放了四张椅子，这样可以坐比较多人。然后中间这一排我放了四个矮柜，这边可以放一些装饰品，或是可能拿什么东西过来的时候可以放一下。然后这边的高柜也是摆东西用的这样。然后这个就仿照一般的小的。
单的双人床，然后还有简单的沙发这样，还有一个衣柜。像这种是沙龙这边是一个算是大家在活动的地区，如果你中间摆一个虽然可以放东西，可是相对的话他们的活动空间就会要做局限，所以其实中间这边是可以把它空出来。另外一个你可以把稍微再拉长一点，然后让这边的活动空间可以更大。对你的作品，我觉得以他现在的年纪跟学历来讲应该是算很不错，这些有些在实际的用途上他可能就是还要再充实一些经验，能够知道实物的使用上客户的需求，然后上这个空间的安排要如何能够最适当的。虽然今年考验和用几位素材为调整，不过啊二六年的体验一定设计测量算错，而用的同制作部门调图韩国幅度五点差标，相信啊阿哲尼的体验度同学校无一样的实物体验，比二六年阿哲尼的表现总经理一位拥有的评价哦。作为一个设计师需要对工作的热忱，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他学的是设计来讲，他对很多东西要观察要比较能够比较敏锐，然后能够马上去架构出自己对于这个东西还是说对客户需求的一个想法，然后要多多看一些美的东西，不论是房子还是生活上用品，像衣服啦、皮包啦等等，还有比较高档的车子还是平价的车子，在设计上有什么差异性，为什么他要这样用，在用料上等等，这个可以对未来的设计的功力都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那我看你这两天来这边那个实习，我觉得你在个性上要能够再活泼主动一点，最重要是主动，因为学习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另外一点呢，主动一点可以让你快跟你的客户能够打成一片，能够比较很快的知道他的需求，这样子在帮助你完成作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至于你也可以跟事务他们能够好的沟通，你有任何问题都要去请教他们，尤其在一些工作的施工的技术上面，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想法跟事务的想法要能够融合，让你完成的这个作品才能够比较精确，这是我对你的建议。经过这两天的体验之后，就是发现学到很多东西，就是有没看过的东西，像不锈钢还有船，就是一般人根本不会轻易的看到。然后在空间设计方面的话，觉得因为船舱小跟一般的室内设计方方正正大大的不一样，所以在空间上的拿捏也需要更多的技巧。在不锈钢方面的话，也是学到原来不锈钢可以做出那么多的东西，虽然船舱设计跟室内设计上可能还是有一些落差，但是我之后还是会好好加油。将来嘛，乃嘛想要继续做室内设计师，也要好好的加油。万有青岛的展览，万有青岛无穷的东西摕回来，也要好好的加油。